去想的去做就好了，对的，去去。好，弟兄姐妹到我们准备来敬拜之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哈。好，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大家聚会当中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哈利路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清晨当中来敬拜你，愿你圣灵的荣耀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管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是在好的或是在人看来不好的环境当中，都让我们依然带着喜乐的心、盼望的心、寻求你的心来到你面前，愿你在我们当中做成你的工，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来回应你。谢谢耶稣，听我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唱的歌可能大家不会是那么熟，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敬拜，阿门。如果你觉得旋律不会，你就自己编一个旋律也没有关系，哦，这个没问题的，好，感谢主。当我们聚集在你宝座前敬拜，亲爱的主，你与我同在。Yeah.
是你，主啊，我们是成为一个何等有福的人。谢谢我的主爱我们，主啊，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得以认识父神的爱，可以经历你莫名的恩典。主啊，能够经历那个十字架的恩典跟救恩，使我们可以今天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可以称你为主。主啊，以前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把世界当成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把罪当成我们的享受。主啊，但是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才发觉到原来我们受造，我们生命的根源，我们的目的是要来认识你，是要来经历你，是要来看见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祝福。谢谢我的主，愿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不仅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你，我们更能够在你的殿中常常数算你的恩典，常常见证你的慈爱。谢谢我的主，愿你做成在我们里面的功，使我们更爱你，使我们更认识你，使我们更知道怎么来回应你。谢谢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当中来敬拜你，来尊崇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赞美、敬拜、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我们用一首诗歌也来回应神，这我很喜欢的诗歌叫《让》。我相信神也会在我们当中里面，使我们常常口唱很心和，口亲近他，我们的心也没有远离他，而且在他的恩典当中里面来朝见他的面。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完之后，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弟兄会。阿门，谢谢主。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是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Yeah.
让我学习顺服，一生